我有一家吃鸡的，超好吃，但是它刚刚好27到8号关门，所以这一次吃不到。但我订了另外一家，我一定要去喝那杯玫瑰味道的奶昔，玫瑰奶昔，我真的觉得超好喝。但是呢，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喜欢。有时候可能我喝的不是那杯奶昔，是情怀，是回忆。吃饭啦、今天等一下就要去看秀了。状态如何？非常差。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过巴黎，没有坐过长途的飞机，然后再次来到巴黎，哦，真的好像梦境一样。 Chloe 的 designer Gabriella 也是我很欣赏的设计师。最后的准备，我是一个牛仔控，所有牛仔的东西我都非常喜欢。噔噔噔噔，这衣服最特别就是它这里是有一个镂空的设计，而且这条裤子很显腿长，真的，我今天感觉我有9米高，9尺我感觉我今天有9尺高。看时装说手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要记录下它整个 new collection， 要带古装的粉盒、镜子还有口红。出发！会法文吗？有学那么几句吗？秀了感觉怎么样？我好喜欢哦，真的，它每一件外套我都好喜欢，那些皮的外套啊，绒布，还有它有一对长靴，超美。所以在想我要什么。Zubi Zubi Zoo。哇，重头戏来了！啊，好可爱，他可以当模特儿了。多了一个朋友，哎呀，祖儿来了。